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和爸妈说一声就过来。好，等我啊。哎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跟小宝要订婚了。真的？嗯。这个梁小宝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终于要修成正果了。小小，我听说你之前手受伤了，好点没？没事，已经好了。嗯，小小，我听说你跟小江哥的事情了。其实你想过没有，你们会分手是因为不合适。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跟小建哥，那是整条麻阳街上最优秀的人，也是看起来最般配的人。但是，你们太像了。就像我跟小宝这些年走到一起，是因为他改变了我很多，也为我改变了很多。小姐，我学的是上海话，我教你啊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聊。我还没跟你爸妈打招呼呢，我们先回家。啊，走了啊，小姐，一会儿见。陆小贱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我希望你平安。这次我真的放下了。再见。去哪儿啊？先生，您确定要走吗？徐机长，